在是十点钟，我主要是这会儿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是客流比较密集的时段，在客流比较密集的时段，为了保证大家的这个自身的安全和旅客的出行方便，所以在给日常旅客大面积出行的时间段，会安排另外加一次消杀。西安站是四个小时一回消杀，消杀一回大概就是40到50分钟左右。同事4到5个人都在消杀各个不同的区域，消杀的区域是各个的二楼，候车室二楼的各个洗手间，没有人的检票口，以及旅客经常聚集的一些地方，还有垃圾桶等。西安的这次临时管控对于车站的出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如果不是中高风险地区去乘坐列车的旅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，需要出示你的行程码。周三